逼不得已，就是忍了很久，因为本来比较期望是可以好聚好散。嗯嗯，那你没看到我那个声明稿，其实是九月中就已经解约的状态了。嗯，但是我还是要生活嘛。嗯，当然我就是已经一整年都没有拿到薪水，就是经济那一块的，个人经纪公司的这一块。对，然后可能也有听到一些我觉得跟事实不符的声音。嗯，所以我才决定发了那个声明。逼不得已，就是忍了很久，因为本来比较期望是可以好聚好散。嗯嗯，那你没看到我那个声明稿，其实是九月中就已经解约的状态了。嗯，但是我还是要生活嘛。嗯，当然我就是已经一整年都没有拿到薪水，就是经济那一块的，个人经纪公司的这一块。嗯，对，那可能也有听到一些我觉得跟事实不符的声音。嗯，所以我才决定发了那个声明。嗯，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赶快圆满落幕。